我是要安怎啊？伊现在安怎啊？伊现在状况安怎？大人还袂脱离危险期，囡仔无啊。 你讲啥？你若无啊？真遗憾，请你保重。吴清怡小姐的伤势拢伫个脑部，因为血块堆积，即马伊个脑也真悬，无法度开刀，状况嘛真危险。等者，我会请护理师摕病危通知书给你签。 病危通知书，喂，这个病危到我代志啊！我囡仔，我真正保护了我这个红仔，我无得保护家己囡仔个正义，爹地对不起你啊！姐，为了替前厝边来祝愿的日子。 另外性命，我拢会当牺牲啊！我不准你有任何一个差。若不是讲好，未来日子要互相夫妻照顾，你袂当安尼讲话无算话，帮我一个人。家峰，啊，安娜，哎呦，安娜，今物什么状况啊？已经讲了。 静瑜这么受伤，这严重的，而且伊若无啊，静瑜，我的金孙，静瑜为着要保护我，伊看到脚车要弄过来时，伊用伊的身体甲我挡。 所以这受伤伤到严重。妈，你讲啥？你讲只有用伊的命来保全你的性命？恁大拢掠准讲伊无情，伊就转了，伊这大拢唔对啊，只有对我够感情的啊。 伊才会跳到做歹人，互咱冤屈伊，互咱误会伊，伊为了咧照你，为了咱误导你开啊。别啦，安尼啦，我无代志。妈，至于绝对袂当有代志，伊若有代志，我一世人无可能原谅我家己。别啦，你看，伫咧生死关头。 伊无顾性命来救你，伊对你的情一定会感动天，去讲白你的保庇平安无代志的，吼。我若感觉，即个天要作怪我，你是讲命运由我不由天吗？那一切，我由不得我。 只有没有代志，吴姐，我拢来等你。你两个加油同个军官，你绝对袂当出代志，你有听到无？大海，你敢袂当同我讲，那台卡车敢是你派过的？ 做咩安尼做？你明知影车顶悬，唔那罗家峰，金鱼嘛伫内底咧。你是安怎一点仔情愿拢无法度代了吗？即摆金鱼都会病，昏迷不起。万一若是甲米姑共款拢无法度清醒，是要安怎？风沙未？什么卡车？那不是我做。
除了你，还阁有啥做这种代志？你当全力伫卡车，连动物拢无当，就直接弄落去啊！这一看就知影准是要死的啊！你要做这种代志，真正是安怎？我先同我讲，是安怎啊？你明知影我真爱金玉，我为着伊，你家己的性命拢会当无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我介意无介意，我你也是无愿意。你要我做啥，我就做啥，我拢无含糊。我甲来要求，当在金玉的身躯边来保护，来守护伊。结果呢？结果我今日目睭见见，看到金玉在我面头前出这种代志。你对我敢袂想过残忍啊？我搁讲一遍，不是我，你是臭鱼人哦！当然讲不是伊啊，啊你搁是想要安怎啦？当然，我来要求要听我想，够这个困难，我拜托你，你当我讲实话，当我讲实话啊！赶紧甲放，当然放开，放开啊！我想要听老师话，等下你等我讲下无？等下。我既然答应没有禁欲对小雨照，我敢有需要搁动这个手？你即摆是安那？为着你的情情爱爱，硬要赖我？来，我即摆成全你的爱情。我骑倒车，等下。大大人对我头壳喊话，大人哦，退嘞，退嘞，该放开，退嘞，五千娘，你给我目睭闭好紧，看清楚，即马徛在咱面头前的人，什么人？你是咱兄弟的救命恩人呢，你拄只手是要从啥？当下已经讲不是伊做的，就无可能是伊做的。你有听清楚无？你甲我较清醒的，较清醒的啦！不管这卡车是单纯的意外，还是真正有人指使，拢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当下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还是唔肯相信当下，也唔肯甲当下回事嘞。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，我的心真正足痛的，是的。不管安怎，伊嘛是我一手把车往大，就算我平常时回公告外乡，我嘛不可能在你祖产。不可能安尼丧心败德，真正安排车驾了。阮绝对相信党的，请党的原谅，千压之败。一台卡车敢真正有人跳过去安排？是讲不管是啥，只要替我排除阻碍，安尼就算干乖了。老大，老夫人，第一公司一边因开车报敌，安全领导啊，因为我的亲人个朋友也来念香，拢有上我的规矩，安这最后一段路，
袂当会冷冷清清。我知影，我怎会去讲过？陈明义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替我们家小李公司，跟我们同齐处理案件的要素。啊，不过我今摆也是，我等到感谢你。万一我到时候处理案件要素，我得尽全力，把这个代志办好些，好安全。我一个人安心离开。妈，你过伫个跟安杰相片啊？对啊，我已经一张伊上水的相片，用过头壳内底。一直拢看到伊早起要出门进前，甲我会笑的笑容。这是种后悔，我当初那么个浪子，伊当初佫甲我讲，叫我莫为着雅芝的态度伫咧失志。伊讲伊袂了解我，迄是伊饲的。伊讲时间虽然常常不讲话，但讲到最后拢会回答咱所有的问题。你看伊到最后，也为着我甲雅芝的关系伫咧操烦。姑姑妈咪那是了解状况，一定要一心专一。伊讲我甲安琪的顾志豪，伫咱饭店的行政套房内面处理单中心的档案，伊的房间，敢若咱老家的人知影尔。单中心煞伫安尼短的时间。就立过来吃。你认为是我跟金玉刚把硬来？你跟金玉两个人，跟我们老家斗相共，拢已经单中心挂出来啊！我哪可能怀疑你两个？虽然我无当面拄着伊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冷静落来。我回想，我甲咱伊两个人，会当带单中心对过来，才会当甲咱逼到绝路。所以你意思是雅杰甲东俊？伊刚溜伫我后壁的，是单中心两只狗，陈秋甲陈影。明宇是甲安杰、阿古志豪做伙。所以啊，这个东俊是阿妈在后壁甲逼的，伊上清楚。无可能，阮阿哥，你甲志豪一定是看唔到对无？姑姑妈咪甲姑丈，哪有可能是甲恁逼到绝路的人？迄时阵我甲志豪就是惊阿红包流来，所以我才暗中，连到黄金街啊，到三家，想怎样啊？吴成功。把东俊也切引开了后，结果吴金杰个案结束，想袂到伊阿母两个人会对人遐尼绝情，嘛算讲我看清楚，我嘛切心啊。